投入公益活动、社会教育活动，十分的谢谢你们。请各位家长还有我们的大小壮人们，看看我们平日这些热心公益的贵宾们，为了这些公益活动、普及教育，十分用心，牺牲了自己非常多的时间，在推广这样的经典教育。希望经典教育的一个传承能够让更多人所接触，所以呢，十分感谢他们平日的付出。刚还有我要学习这些贵宾们这么样热心的心，为大众服务，牺牲奉献。在场也是很多单位所有的工作人员一起投入，一起策划，一起进行，才能让这场活动这么的圆满，都要谢谢大家。OK， 掌声谢谢我们所有的贵宾，谢谢你们今天的贵宾，就慢慢的走下阶梯，谢谢，谢谢你们今天莅临与指导，感恩，谢谢。好，接下来呢，活动结束之前呢，我们再请到我们的活动组人员来为我们带动礼运大同。在还没带动礼运大同之前呢，我们让我们再次的恭请市分会理事长黄静之理事长来跟大家勉励几句，掌声欢迎理事长，掌声欢迎我们。